大家能不能把瑟瑟的表情走一走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大家想看舞蹈的，把瑟瑟的表情走一走哈。谢谢大家的臂懂，感谢，谢谢命。好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点一下我的关注啊！我叫瑞宝。等一下，大家把那个瑟瑟的表情都走一走。停不下来了。
谢谢小虎队的哥哥。好，大家把瑟瑟的表情走一走啊！想看舞蹈，大家可以把瑟瑟的表情走一走。这里有个直播通知我的小勾勾，大家都点一点啊！手机用户左上角头顶正下方的星星和免费的花花，大家都送一送啊！又见我的名字，我叫瑞宝。手机用户左上角啊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电脑用户右下角的直播通知我，然后那个星星，大家都点一点。好，然后我继续给大家跳舞了。哇，谢谢我的号。重复的曾经的那瞬间，也只是怀念缘，一滴滴，一点点，一粒一片，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，可我却害怕遇见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，如果我不小心地偷看了你的眼睛，迷失了自己，不知为什么欢喜，期待听你的声音是那么甜蜜。我拿着电话在你家门外，想对你说出我内心中对你的期待，忽然感觉浑身热血澎湃，今天我想要鼓起勇。如果我不小心地偷看了你的眼睛，迷失了自己，不知为什么欢喜，期待听你的声音是那么甜蜜。我拿着电话在你家门外，想对你说出我内心中对你的期待，忽然感觉浑身热血澎湃，今天我想要鼓起勇气大声表白。我的心跳加快，
还有一分多钟，大家没点关注的记得点一下我的关注啊，我给大家转播一下关注在哪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的直播通知我就是关注，还有手机用户左上角。然后等一下有两套衣服，第一套衣服是一个长款的连衣裙，第二套衣服是一个就是这条皮裤和另外一件上衣。然后你们想第一套还是第二套啊？大家都扣一扣你们想看到衣服的数字啊。第一套是一个长长的连衣裙，是跳现代舞和古典舞的。第二套就是跳韩舞和 sexy dress new dress。 我随机截图一下，大家扣一下，可能会有咱们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好多会打字的协议吧，应该是咱们家有争取扣过他们，要不然我们截图到的应该都是六了。三二一，二，再来一遍，三二一。好，那我们就穿第二套衣服，就是一件上衣和一条短裤，不，一条长裤，就